要找到六样就好了。六样算吗？冬日礼票。哎，这个算吗？这算一个。沈腾同志不可以说话了。礼包不会放在下面。太难了，你们是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找到吗？塞哪了呀？这是呢？哎，还真往兜里塞。这换人了是不是？发现手感了。对。他真的很帮你。刚才已经把你的手拿起来去摸了，然后你还给劈开了。